现在呢，我们要来解说的这个叫做超级心算啊。那这个超级心算呢，它有这个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啊。那是这个是其中一种。好，那我们现在呢，它的表演方式就是可以这个请观众呢随意的这个组合它的这个顺序啊，随意的组合。好，所以然后组合完之后呢，魔术师呢可以在很快的速度把这个答案呢把它写出来。好，那可以准备一台计算机，好，让这个观众来操作。好，那观众这个一边计算，好，那魔术师呢其实呢很快就可以把这个答案写出来。好，那我先把答案写出来，答案就是22641。好，22641。好，我已经写好了，22641。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是观众随意这个组合的哈。那我现在呢，6734，6734加4885，4885加2643。加8379，等于啊，我看一下哈，等于是不是这个答案哈？等于22641，22641，22641。好，那这个为什么我可以很快的这个算出它的答案呢？重点就在于这个组合出来的数字呢，第三排的位置，好，第三排的2643这个位置，前面呢，啊，前面呢给它加一个2，啊，前面呢把它这个，前面呢加一个2，然后呢这个264没有变，好，264没有变，然后后面呢这个数字呢减2，所以是1。所以是22641。好，那再一次哦，随意的把它组合一下，好，这样子。好，那这样的答案呢，它就是前面要加一个2，所以这样的答案是27247。好，后面这个尾数呢，这个地方呢，啊，要减2，所以是27247。好，答案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计算的时候呢要9437加3685加27249，好，这样子加，好，加出来的总和呢就是27247。